少儿不宜。你放我下来！动作很专业嘛。来之前学的急救知识。不愧是运动员，自我保护意识强。我不是担心我自己，而是担心某些愚蠢的队友。你说的不会是我吧？会有一点疼，忍不住的话可以叫出来。你在关心我？要不要我帮你吹吹？不用，我自己能扛。我随口一说。我有点渴。来之前给自己准备的。挺好喝。学长，你这个人有点奇怪，神神秘秘的，有时候又很贴心，我难过的时候总能看到你，然后我就叫什么？明明是讨厌你，怎么会动了心？我身不由己，慢慢向你靠近，这莫名其妙的空气和呼吸，让人窒息。升温的爱意，怎么就被你？昨晚你脸红什么？这生活像是一场闹剧，太热了。我先。总有太多太多不可思议。昨晚爱上你，爱你，明明是讨厌你，怎么会动？那第二种呢？因为第二种是不再抗拒，像个傻瓜一样接受这种求而不得愚蠢的机会。让人窒息，升温的爱意，怎么就被你